面对着现在的闷经济，佮有政治的环境，真侪人是感觉真无奈。不过嘛，真期盼会当打破重重的困境。伫咧面向到一间咖啡厅，会为每一位消费者伫咧咖啡杯啊顶头写着一百个图像，写下人客心内话，亲像是互相之间心情的对话。有一位闽南的高姓少年人，自2004年起开了这间咖啡厅，会为每一位消费者在咖啡杯顶端画上一幅图像，写下人客心内话，就好亲像是互相心情的对话。这是这间咖啡厅的名，建基对当前的政经社会环境氛围也真深切，期待一个人会当突围目前咱所处的困境。兴趣啦。对，就空档时间，工作空档，像现在没有客人，然后整理完，就找一个空档时间，对对。啊，像看时下有什么一个点啊，就有什么想法就把它画上去，这样。我觉得非常的甘心，嘿，对，然后就是受到这个感动，说我每天一定会到等一个人咖啡来喝一杯咖啡，香浓的咖啡，谢谢你。漫画的特色，你觉得？就是深入人心，哎，你看了有的会会心一笑，然后有时候会，他会传达出你当下的那个心情，是这样子。比如说哎，我今天很 happy 呀、啊，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很 happy 的图。那今天干嘛心情有这样物质物质？他画出来的是。你有做的心情。嘉义县长候选人吴鸿平民雄总部何小姐就指出，大家的心情总是无同款，你头家也依照人客心情来画。头家指出，画图是一个差异化营销甲竞争策略，同时店名也表达出咖啡主人的心境。县长候选人吴鸿平则指出，面对当下文经济甲政治环境，咱所处的甲周遭的故事，毋是嘛伫咧等待一个人吗？最新新闻，张乃新、民雄乡采访报道。